了两个月的黄瓜，啊，叶子非常脆，茎也非常脆，看没？非常脆，啊，腕子也非常脆，嗯、啊，那为什么非常脆呢？啊，就一个事儿，嗯、啊，用的肥料呢是3:15、3:20，所谓的平衡肥啊。也说呢哈，黄瓜呢氮磷钾比例呢是3:2:1:3，你用了3:15、3:20、3:18，磷肥用多了，抑制钙的吸收啊，只要缺钙了啊，茎秆就脆啊，叶子脆，茎秆脆，啊，所以说呢哈，我们种黄瓜啊，禁止使用3:15、3:20啊，这个用了时候，当时叶子非常好看，非常墨绿，但是将来呢，茎秆脆，叶子脆，还有一个是早衰。